系，然后我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面演的是李泌。千玺就是话不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假的一江千玺，我演的是张小静、雷佳音，请大家关照。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个组合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作品，不一样的华剧，能还原我们的盛唐盛世，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传统中华文化的回归。谢谢。我觉得导演来个结束语吧，你来吧。对对对，我们就说完了。我觉得你看东哥笑得那么开心，他等着你结束呢。要我干嘛？谢谢杨老板，谢谢伟大的大优酷。结束了吧？导演说结束了吧？谢谢大家，此处应该有掌声。我要进来去。好，谢谢谢谢几位主创的分享。雷子哥拜拜啊，赶飞机。起来起来起来起开起开。好了，不吵架了。